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释迦牟尼佛神佛以后，他要是体六千年，佛神陀以后啊，所那个摩羯陀国王沙上方说法，王沙上频婆沙罗王最先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是竹林金沙，最早的佛是竹林金沙。当时佛神陀后，他有六千年的时间，所那个竹林金沙上途中，一个沙弥国的叫骨头庄稼，有七个来的，七个来是，真好命哦，七个来的，六个来的体液都体六统统都结婚了，就是个蛮子，老妖吊米锤啊，完全不想结婚，那么因此呢，就有最下的个蛮子，像我前面个门当户对啊，最后个，来拖一个问一个蛮子啊呢，那国国以前呢，后来打探到王沙上就是摩羯陀国的首都啊，王沙上有一位庄稼叫做散坦那，散坦那庄稼也是王沙上频婆沙拉王的太孙，也是最富有最富足的人啊，那几个情况呢，老爷个叫骨头庄稼完全重要，那真是门当户对啦，那千秋靠散坦那庄稼有个蛮子，最两面的模样。那么因此呢，叫骨头庄稼呢，这个亲身去，我去请那个散坦那庄稼，我去看啦，看几下个蛮子，看生到很很端庄嘛，看合意嘛，拖了多那个蛮子条啊，看合意嘛，这个亲身去，那么给这个亲身去呢？许多散坦那庄稼不看呢，许多是暗的。散坦那庄稼挺磨汗，准备饮食，好像我请国王太孙，要磨汗可以走太了个叫骨头庄稼。那么叫骨头庄稼就看到你按磨汗，就去问你讲啊，这庄稼你怎么按磨汗？你听讲要请国王没？又唔系，咁冇要按的亲身准备咯，用来听讲要请佛，释迦牟尼佛神佛呢？有几次前一帮生人前港人还要抢起来爱不卡本爱重要，但是你还要准备饮食准备片这是第一次堂的佛，就古庄家第一次堂的佛事，一堂到非常欢喜说啊，世人有佛了，第一次堂到真欢喜，说佛上到样的呢，就是说明一堂你们是他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了，已经六七年了，现在呢在竹林金沙说法，有一千一百五十个比丘那给国庄在唐道之后啊，干部说唔得，赶紧等天光啊，二女见佛，有没有给精神所感都搬呀？挖到天光了，天清光，就走出去，向竹林金沙的时候他就喊，喊到中途就出人哦，哎呦，按做了没人行啊，这家来，唔知乜回事啊，冇咧，所以唔知安全冇，冇唔知有福啦冇福，刚刚你行上来呢度，唔安全咧，所以用个啥？前一日时呢，天就暗了，有出人就暗了。佢一暗一份人咧，赶紧念佛讲啊，一定有佛，一定有佛求佛加庇。又讲了，又讲，一直又行。行到竹林金沙，家下到念天光的时间，释迦牟尼佛出来，我咩通紧行一样样就看到佛嘅三十米上庄严吗？一真正有佛世界上第一次看到嘅。他就很忙笑的，阿娘蛮拜佛，唔知阿娘蛮恭敬那么都有个天人下来现身来礼佛那个样子被看，一看了以后就晓得了，那几许多释迦牟尼佛在面前也重要按来拜佛，五体投地拜来念佛，跪在佛前向开始
佛就对你说法，你鼓掌者一谈到佛说法吧，当下就真的出过十一头人，真的出过见佛团主了，真的出过金佛意，那就当下就听佛讲师尊啊，干嘛抢你的心爱杀威观行说法，都爱杀威观人，用做的爱也向爱去，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不爱说法啊，我有金沙广场啊，有一千一百五十弟子带哦，还有说法的时候在个有广场，然后爱转头就来做，将爱情每个素材摸在都市都方的草，体力太健脱板方便，而且每个适当的地方，所以当时佛就派了个沙利佛尊者，然后那个叫古藏者就到底沙利观，你选择一个地方来建筑神像。沙利佛当然近看呢，看来看去啊，就是那个波斯尼王的太子，提陀太子的法眼呐、最好，体力那个沙利上没太远。也冇太准，头发清度好，那个蔬菜呢又清好，树木清多，清凉爽。那么沙利夫就老爷个九古藏寨讲，你那个地方清好，啊，所以还不来建筑。九古藏寨一躺到木柱子休息了的，哦呀，何时何地，唔理得多么哦，有没有还太子个土地啊？太子个法眼，我赌错法了，哦，闯破个危险了，看不得多么。那九古藏寨有没有几只太子呢？就是请那个地头太子，太子们说哦，藏寨进门进来，买个鬼子啊，我想我买你法眼，人家法眼啊，吼，我想同你买来吼，做广场，抢佛来说法，也唔地佛，当时九古藏寨对你说明，地头太子呢，几十几度，其他没啥用钱啊，一做太子呢有啥用呢？也冇必要卖啊，他只是老点给藏寨开玩笑。用你爱买吼，唔用金咩棒啊？个人铺满咧，就卖唔得。实际上就是唔卖，用哪有卖人按发行？唔用金咩的铺满一个法眼呢？你像怕冇可能，按你不推是，不推行冇。忙的就当人啦、结果上台就话，个一言为定咯、刚就用金咩的铺哦。就过去找你们马茶牛茶就妥了，仓库打开了，金咩就办了，板都两个法眼，然后就得扑，哦，一直扑扑扑扑头诶，扑到那个太门后全去搞，还有一搞诶，太门后我冇扑到，仓库前面扑开的，冇咧，我开过仓库咧，就是个有意讲啊，到底我来买，前哪搞个前面来扑两次，家地头开始一看，哇，看到都满人那个金甲白浪，满人黄金出奖，真金呐，你买哦，哟。刚才都问都讲听家长来做恩买啊，跟个爱是唔买呢？阿你讲可能你不唔会买么？爱唔买呢？哈？你唔买你讲你个话？你是现在是太子呢？将来你做国王呢？国王可以许愿吗？你可以对老百姓讲许愿么？讲出来就算话啊？哦，冇法度呢，讲出来算话，一年几十是一万难追啊！那毕竟就卖。咁唔过，今紧件事点样话唔拉咧？呢一个磨好铺咧，个个唔咩磨唔拉烂个热仓库咧铺咧咧，我开个仓库，我现在做个街吧，可能开那仓，哦，个地头太子不会感动到的。一张你们几咩铺人来买，也非必定是非常人，你冇感动到人，样板嘢系按你发心呢？就啊，庄生，你冇再铺啦，多了一次啊，个已经铺啊，就算伢个啊。那个书位你们没铺到那个安多书目啊，书位你没铺到个书位啊，帮你的文铺嘛，哟做不得，那书位上死掉啊，这么凉啊，就按呢，书位就算挨不适合了，挨中央佛，一下门后方一个没铺到啊，后挨来做一个太门，做一个山门，那中央佛，按呢两啥来合作，按呢好嘛，当然先好啦，庄财富大兵啦，就开始做金沙，金沙做好了就抢过来说法，想佛的说法干嘛的？个金沙嘛有恩命哦。一开始个时间，太家就问佛：“讲师尊啊，你这金沙恩到嘛个命呢？”王沙上恩到竹林金沙，今天这金沙恩到嘛个命呢？就哦，你这金沙咩？地头太子个数目都一个太门，中央布置，还又有庄稼布景埋人，建筑个金沙广场，安呢？两沙都有功德，合并起来的命，所以因此佛将对听一个命，恩到。地书及国土人，地陀太子不是个书哎，三门，
在古都中在买人建筑广场建设，该广场建设非常庄严，现在现在在印度沙威国的 Q 字行啊，也叫古都人的 Q 的 T 字行呢，杀脚横财，木都没了啦，杀脚横财，还是没看过啦，去看的人都有摄像啊。那么现在那个印度的甚至的相框啊，都含有一个吉普图人的位置啊。那么有按那个原因呢，也个广场建设上面的地属吉普图人，有按那个原因来啊。是咁啊，你不说咁样说法啊？那么一般呢，经文啊，哈，凡系在沙弥国说法嘅呢，大抵都是说两个吉普图人啊，从金刚经啊，也系沙弥国吉普图人。啊，念人转就写得很简单的文字，按照地人转沙，地人转沙。佛有神说法四十九年哈，说法最多的所在就是黄沙上老沙威国两个地方。黄沙上有两个地方，竹林转沙个连秋山，其他阔山啊，连秋山，简称讲连山啊，啊。那个白色小黄经讲，不猜连山莫人潮，连山只猜我心头，系咪啊？个连山就是指那个连潮山，黄沙上莫见人有只山啊。现在一些人都有看过那个不猜连山说法，那说法最多的所在，三味国就是叫古都人，叫古都人的地方说法最多啊。太地在三味国叫古都人，占有20多年的时间。在那个黄沙上也有20多年的时间，其他各色国的也有些说法，那时间比较还少。那么你啊，就是说法的出处，释迦牟尼佛坐那个地方方说法啊，那就是听说法的出处神丘啊，多了不为止，说法的出处神丘讲开了，合并起来，西方的可判哈，大家记得吗？金分三分，第一就是西分。西分分两科，第一同系，第二撇系。现在讲的就是同系。同系呢有两段，第一即五识真心，五识就是信、闻、识、住、处，这五样识，信神修到处所神修，记住这五样识。证明释迦牟尼佛点口说嘅阿弥陀经啊，我哋应当去诚信，就记五识真心啊。同时嘅第一摊记五识真心，就多了个叫古土人为止，也就是记五识真心讲出了。下面就是第六众神丘，众神丘啊，文字进场一直到无量祖天太宗期啊，那就要分作三摊。啊，也文字有三段啊，就是有散文众，有菩萨众，有天人众啊。因此第一啊，列太宗同文，列出太宗共同所谓唐佛说法，唐那个阿弥陀经的太宗，列太宗同文哈，分作三段，第一散文众，第二菩萨众，第三人天众，分作这三段。经文当中开始讲，以太比丘生前250年起，一直托等起，托到阿耨罗陀以是等主胎弟子，也就是第一散文众，散文众就是比丘众、阿罗汉众啊，第一个散文众到以是等主胎弟子的散文众。第二，宾主菩萨摩诃萨。文殊师利法王之以下啊，阿逸多菩萨、犍陀罗提菩萨、上清净菩萨，以一世等主胎菩萨，也就是天意菩萨众，天意菩萨众，即是提凡人等无量诸天太众齐，也就是第三天人众，非人天众，是提凡人是天众的天王啊，天人众，所以那个同时呢，天意他。列太宗同文分作了三段来讲，第一散文众，第二菩萨众，第三天人众。现在按照这个顺序啊，应当就先讲第一散文众。
他俩当时接受检查的时间，你排练那个堂中啊，就按那个顺序来排练，有几个含义啊。这么个东西，上文必定摆在梯最前面，菩萨摆在中间啊，天人中摆在最后啊，要有么个道理，内容有么个含义嘛，里边还有道理啊。耶稣含个道理呢，现在时间多了，之后留下次讲啊。那么要跟含义讲完以后，就开始讲三文中。三文中就是讲那个前一帮圣人啊，一直都十六尊者了，他们听到堂了，他们怎么讲故事呢？每一位尊者的故事啊，都是有各种不同的境界，各种不同的个历史情况，都值得啊你学习的。也就是所谓平常讲的十六尊者，有人讲十八罗汉，十八罗汉啊。是中国后来啊所排列的啊。那么真正呢，佛弟子当中是十六尊者，就是叫了阿弥陀经列出个十六尊者，从沙利佛开始都阿耨为流陀，有十六位十六尊者。佛弟子前一帮圣人当中也十六尊者为佛的上水众啊。就那个十六尊者的历史都有是要简单说明，所以下面呢讲十六尊者太地都是讲故事啊啊！现在讲经文的第一四分，就是两部经的四条啊。四分有两摊，第一同系，然后真心系，第二撇系，然后法喜系。现在是讲同系占开始，同系两摊，第一第五是真心。就是六种神修的前五种，信、闻、识、住、处，两五种神修合并起来多一摊，因为闻是比较少，合并来多一摊，那基五是真信，基出六神修中前五种事情来证明，讲两部经是释迦世尊所说，应当而诚信，基五是真信。经文就是以是我闻，亦是佛在三昧国地所及故土人，两一摊就是第五是真性，提出两五样事情证明两部经是佛说，应当而诚信。以是两杂事就表示信神修，我闻两杂事表示闻神修，一时两杂事表示第三十神秀，佛一杂事就会提示说法主神秀，猜杀为国地书及古突然地是不突起，也个起老地跟不同的所在呢，上回已经讲了，但是合法统统一般都是通过地书及古突然啊。那就是听出手神秋说法的出手，有那个说法的出手也可以发挥当年叫神秋啊。上回就讲多两位，现在要讲听一摊引太众同文，下面的文是以太比修神以下一次透到无量诸天太众齐，也都是西风同系啊。他们都是属于一个众神秋，六神秋的第六众神秋，就是当时接受检查的时间，阿难尊者对太宗讲，讲当时佛讲阿弥陀经的时间，没抢来阿难一个人坐在堂，还有真多人冲下堂，证明也不见是菩萨。所以上面的第五是真心合并起来讲，以是下文一部阿弥陀经。是我阿难尊者亲耳所闻，有一个时间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沙威国的所在，有一个地书及故土人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个地方方啊，讲了个阿弥陀经。那么当时佛说法的时间，有几多人在堂呢？在下面就是听一段引太众同闻，他把它讲列太众同闻，列就是列出
把那个当时的唐宗的名啊拿来列出一部分了啊，说明讲我当时不但讲这个唐，还有几多啊那个阿罗汉菩萨天人当中这个唐，证明讲还不少呢。云太宗同我云云真的云，就云出两头天中了，证明讲当时佛师差很讲高也不紧。所以讲云太宗同文，哈巴有的地方我写作列圣梵同文，因为当时的天中啊也有圣者也有凡夫，比如讲阿罗汉太菩萨都是圣者圣人，已经真身过的人，那云天中属于凡夫，所以哈巴会称为讲列圣梵同文，这个可判啊随当时的情况我都是没重要，但是意思相同啊。现在就正在听一段云太宗同文，那下面那个唐宗的文字有很多，按照几个唐宗的类篇啊分作三段啊，唐宗的类篇拿来分作三段，第一散文宗，第二菩萨宗，第三云天宗。他看阿弥陀经都破经书，云同安阳道文师不是看书啊，他底下提的从经文的以太比丘生前150名期以下，一次偷到阿耨流陀以师等主胎弟子多两位为止，也是第一团散文众文佛所说的散文法，就是西地法该高法的影响，有时修行神修真果真阿罗汉果，你还有那个听众啊太体都是真阿罗汉果的生长，所以称为散文众，文佛西地的高法之上以乌托的人散文众啊，你还有他们就是第一散文众，宾主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一十多以以师等主太菩萨，另一团就听你菩萨众，意思讲话唔但听来也都散文人，阿罗汉以下的四个圣者所个位谈，还有真多太菩萨，像文殊菩萨啊，那个弥勒菩萨、悉陀菩萨啦，听下这个谈，就听你菩萨众，不但真多菩萨这个谈。还有云天太宗所的堂，所以第三堂讲云天宗，你看就是蛮有一堂贴实体反应等无量诸天太宗起，你看两句就是云天宗啊，实体反应是天上的天主，就是地是天王啊，等着等于云间天上所有的太宗，所以不是云天宗，要为第三堂。以前我听讲过一下的同事啊，是结识经常的时间便是两部经啊将安落去的，所以不是经后事，讲当时的在阿弥陀经的法会上的情况很样板，有几多人在谈所以我首先讲，那么呢当时结识的时间便落去啊，但是便那个石头呢也没随便啊，都有一种的意义，有表法的意义啊。按照下面经文的内容啊，我表示一个内容的意义，所以变个师父呢安排的堂中顺序各种啊，都有表示下文的意义。所以我前面讲那个三分的时间曾讲过，师父呢形象我的人的面相，一看到人的面相，就提到两张人的啊。个情况啊，非善非恶，非好非坏，非重非重非简，太体啊勉强一看都能看得出来，那么一部经的四条一看啊，看一个四条也能抵得起全部经的内容的太意啊呢，所以这个四条当时编的时间呢都有批合后文的真意，拿来编出这个四分啊来表示后文的含义，所以两位列出这个三类的唐宗啊，一个顺序排摩冲撞也有一个含义，
周梁顺师提起是三文中，听一菩萨中，提三人天中，人天台中三普通的半个六托众生啊，用三分叉反身高参，你要在第三团最后一团，这当然就没你们。但是菩萨应当加个体会，像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加个体会都比阿罗汉高。那么如果就这个体会来拜，应当是菩萨摆在前面上说，让万物三文摆在前面呢，也有三种意义。三文摆在前面有三种意义。第一，这个三文中啊，即使出现出来的出世现象，都是出家人。沙利佛目犍连等了的三文中前150名啊，统统都是见佛出家的出家人。即现出来的出世间的神波的现象啊，非常的真切，因为即是现出来的出世间的神波的现象。那极其真切，所以应当摆在前面，就是这个三文中摆在前面的第一种意义。第一，你看前150人在下面说这个三文中啊，多数都是常常见水在覆盖身边的，很多上水中，上水中，因为两个目的列出两个听众呢，主要是要证明可信，讲两不给他付出可信，那么因此呢？必定要常常谈佛说法的人拿来先列出来啊，证明的意义更高更强。也都上水中啊，就是讲佛许多那位他就听到嘛个所在，佛说那位说法他就说那位谈法，太地常常见在佛的身边，上水中以佛属于上水中，那么佛说那位说法他都说那位谈，那他谈法谈的最多，发挥大的都有几，十个发挥当中最大都有9个以上，那么两条听众都猜个病，所以真心的意义特别强。那么因此这个要三文摆在第一，也是听一种的眼睛，就是双水众，因为这是双水众佛，所以应当摆在前面，那么证明可以相信。第三种呢，佛法来宣传的缘故，佛法嘛，佛音嘛以后佛法要依靠出家神波啊来流传下去，所以古人讲佛法弘扬本在神，世间上是没出家人哈，佛法就会慢慢会磨灭掉，因为出家人啊，他修好佛法是利利他，弘扬佛法是他的专业，所以讲弘法是家务，立神为事业。分法立神呐、啊，出此佛的正法，也是出感应的思念。佛法嘛，依靠出感应的分传下去，神波的分传，所以应当把神波列在最前面。啊，古人讲：有佛出世两天起，无神说法鬼神受。佛出现世间，天龙八部都非常欢喜，该不是讲？他佛灭度以后，世间上一个还没神波。摸出感应的分享佛法，不但人受，鬼神都会受。因为世间上摸出感应分享佛法吧，那这个世间的善法吧，我们慢慢感受，恶人会慢慢增加，那世间就越来越乱，那修道的人就越来越感受。因为按哪个缘故呢？佛法分享本在神，佛法依赖神波来分传。所以必定要把神波列在最前面，表示初始佛的正法以神波为第一，家庭的没神波佛法没办法流传下去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因为以后到几门人2000多人将近3000人，那佛法能够流传到几门人啊，那就是你推个人的功德，你推个神波一推一推继续传下来，就佛慧命初始佛的正法流传到根本一2000多人了，佛法能够顺差世间，也完全靠这个初始神波，所以应当把出感应的列在最前面。那么像你啊，现代人有的人看到这个出感应呐，良莠不齐啊，这些佛啊，安尼唔系一整齐的情况。那么有的人就看出感应唔是，因为个啊，你的出感应都啊，某个能力初始佛法了，得挨着出感应了。
所以现在有的菜杆技师啊，这个组织菜杆不高啊，那么有一种把那个出感染初始复发的第一嘛，第二期已退治，也实在是犯非常大的错误。因为菜杆人无论如何你再有能力，你必定有个技杆，有个家庭，那么有个家庭的手表呢，你要做专业的分发事业，除非你克服做示范，否则你没办法，你没可能做到。所以分发如果是没出感染了，必定是要消灭的。所以因为按这个缘故呢，一个列宗啊，唐宗就要把三文宗出感染摆在最前面，也是第三种的原因。所以三文宗列在第一呢，有了三种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其都是先出事件相，神部的相啊，那个出感染的现象非常正确，上太傅的身边。第一就是上水中，上上见水佛，啊，真心的意义特别强。第三，佛法的依靠出感染神部来分传，所以有按那个缘故呢，把那个上文摆在第一摊。第一，菩萨怎么个摆第一呢？也有三种意义。排列这个天中菩萨中摆在天意也有三种意义。第一，这个相莫孤天，也有出家神出家的菩萨，也有菜家的菩萨，甚至天龙八部也有四现菩萨相啊，也有菩萨在中四现。所以这个菩萨中呢，莫孤天是出家人非菜家人，菩萨也有出家菩萨，比如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是出家菩萨。那像观世音菩萨就许多现了个菜家相，地藏菩萨现出家相，那么其他像十六开始往往都是现菜家相。所以菜家菩萨出家菩萨相正确，某种散文中的相正确，所以摆在第一，也是列宗的意思。第一呢，菩萨中啊，其不是上水穷佛，菩萨的目标就是自利利他，做突发众生的事业。以下菩萨众当中有一道菩萨塌方世界来的，他们常是错了为跟随释迦牟尼佛，有因缘他来唐佛出发，那么两个法会也就多了。他配合有度众生的因缘就离开了，真心跟意义比较重要，他没常随在佛的身边，所以听一种的原因摆在听你。第三呢，表示菩萨行总套，菩萨有行这个总套的法啊，不偏于任何一边，不偏于孔子一边，也不偏于游子一边啊，表示菩萨上行总套。所以菩萨要在中间听你，因为前面有三文，后面有引天，那么菩萨摆在中间，真是表示菩萨行总套啊。因为只要不偏于空有两边啊，不偏于有无，不偏于任何一边，所以行于中途，表示菩萨行中途的缘故呢，所以列才听意。那么因此菩萨中列才听意啊，也有三种原因。第一，相不听故，听意不相随故。第三，表示中途的意义的缘故，有了三种意义，所以菩萨列才听意。那么人天中这么个列在第三呢，也有三种意义。第一，世间相故，人天中完全现世间的相，肉托的世间相，天上的人现天上的天人相，人间的人现人间的人相，比如说所有鬼王太神啊、罗百相啊，都是以世间的修相啊，在那个法会中谈法。所以第一，因为现世间相，就是运动排在最后，就给提三类。听一种呢，即是太高护法加个立场啊，要扶持三宝啊。第三种呢，反身分叉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太高即是有反有圣，也有圣人实现，像维摩诘即是啊，圣人实现，他也有普通的凡夫修持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反身独有啊，所以到列在最后啊。那么因为给菜家给是给个真位，就是要扶持三宝，
这佛法是这个本分事，出家人的职业和分法，菜家菩提这个职业和佛法啊，因为这是爱护的职业的缘故，应当排在最后，表示爱护护持三宝，拥护佛法啊。所以分法与佛法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，出家人分享佛法，如果没菜家就是来佛法呢，就没办法分享。那么如果没出家人，菜家人讲的佛法也没从去护，所以这个职位啊就是护持三宝，拥护三宝，所以佛法的职位就是菜家人的本分事。那么有了三种人缘，所以人天中有的才最好，就是啊世间相顾啊，凡身有凡身分差故啊，那个只为在佛法的缘故啊，佛法的职分的缘故，所以有了三种人缘呐，那个三人天中列才第三，列才最后，那么有两个道理啊。你看起来列中好像是去品尝，但是里面的含义啊都有两个道理啊。家庭观你没全面去研究，唔得一个含义啊。你看，就是列引太中同文中三段文啊，第一三文中听一菩萨中，第三引天中，这个列中分作按那个顺序啊，各各有三种意义。现在就是先讲第一三文中啊，一个三文中啊，文是一场，要几个意义来啊，分几个类篇。因缘要分作三段，三文中的经文啊有三段啊。第一，名类朴素；第二，表微贪得；第三，列双数名。有了三类的啊意义啊，三文中中啊有了三段。经文上，以太比丘僧前150年期。也就是散文中的第一段，名类朴素，说明散文中的类篇朴出的数目是有几多，散文有几多人啊，也就是名类朴素。听你表为贪得，表示出散文的结尾啊，赞叹一个深得，也就是讲下一个两句，解释太阿罗汉中所敌视，两两句按照表为贪得，表示出几个体会，赞叹几个深得，表为贪得。从藏罗沙利佛以下，一直到以斯等主胎弟子，两个十六尊者的名目，这就是第三，列双数名，列双数名啊。三文中有点三贪，第一，名类朴素，第二表微贪得，第三列双数名。现在先讲第一，名类朴素，以太比丘僧两一句名类，说明这个类别啊，前150年期的朴素，朴出当时的散文中的数目是有几多。先讲名类，以太比丘僧。先讲个叫僧字，印度话僧伽简称僧伽，被当成一个僧字啊。现在什么僧呢？就是出家人的代表僧啊，出家人的群僧。印度话僧伽，翻成中国话。按照佛合众，佛合众，一佛合众的佛合的意义啊，有事有理。要理讲，所有的出家人的目的。